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德，大家早晨。我们继续来学习《法说大乘无量寿经》，请大家打开经本的第五品，至心精进第五。我们将今天要讲的经文先读一下。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底。人有志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我们先看这两句。上次呢，我们讲到法藏菩萨，即是阿弥陀佛的前身，他出家之后呢，精进修行，发起大愿，要建立极乐国土，专门接引轮回苦趣的众生，使到众生往生到极乐国土之后，就能够成为菩萨，永远离开苦难，而且一定能够成佛。咁呢个大愿超过十方诸佛嘅大愿。咁佛法藏菩萨呢，他希望自己成就的国土亦都超过一切诸佛的国土。那这件事确实从来没有人够胆这样发过这样的愿，太伟大了。没有这个先例，所以呢要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请求鉴定，请教世尊，这样的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刚才我们读的这句经文呢，是世间自在王佛回答法藏菩萨的说话。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只要你如理如法的求，你的愿望通通能够实现，为自己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更何况为众生，为众生的大愿一定得到佛力的加持。所以世间自在王佛在这里鼓励法藏菩萨，你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的。那世尊在这里对法藏菩萨开示，首先呢用一个比喻，佛经里面用比喻的地方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佛讲的这个教理太深奥了，我们一般凡情很难能够理解，所以呢佛就多用比喻。通过这种比喻，我们能够联想到
能够明白经义，所以非常之有好处。咁举个比喻，最多嘅可以讲系《法华经》。《法华经》讲嘅系一乘佛法，一般凡夫确实好难明。你睇下喺法华会上，两万人啊，同呢部《无量寿经》一样，都喺灵山上讲嘅，亦都系两万人参加。但是法华会上呢五千人退席。为什么呢？听不明。听不明他觉得没兴趣他就退了。这部经呢没一个人退。而且呢每一个参与法会的大众通通都见到佛，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每一个参加法会的大众啊受记，说我们将来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名妙音如来。所以这部经啊相比法华经啊就更加殊胜。咁呢度世间自在王佛呢比如咩呢？譬如大海。这个大海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大海。当时你师生两人讲这个说话的时候不是在地球上。地球那时还未存在，还未产生。因为地球的寿命科学家现在鉴定出来只有大概46亿年。这个很微细啊。世间自在王佛那时是离我们几耐啊？无量劫前啊！所以他那时候的大海啊，不是我们地球上那么小。那里的时候的人腹部又大，肯定身体又大，寿命又长。你看他的寿命42劫。佛在世间示现的寿命一定是跟一般平均寿命是差不多，好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世间是80岁，跟我们一般人的平均寿命差不多。世间自在王佛寿命是42劫，你就可知他的腹部，当时人的腹部有多大。一定身体很大，腹部大他身体大，寿命长，所以他的大海一定是比我们大很多。即使再大的大海非常深广，如果有一个人拿一个斗去量那个海水，看看有多少星，经历劫数尚可穷底。当然你要将海水量尽，拿个斗来量尽那个海水，不是短时间，要经历劫数。有多少数呢？视乎大海的深广程度。但是你可以知道，就算用我们的太平洋来做比喻，你拿个斗去量太平洋的海水要量到几时候，可能都要经历劫数。但是只要能够立定决心，坚定不移，到最后还是可以穷底，将海水量尽。这个是世间自在王佛鼓励法藏菩萨，你立下大愿，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它，一定要有恒心，你的愿才是真的。如果一个人
冇恒心，佢個願望好難實現。在《论语》里面，我记得有一句说话，孔子讲，他是引用古德的说话，说人而无行，或成之羞，羞耻的羞。如果一个人没有恒心，他可能最后就自己得到的是羞耻。我们想想，很有道理。譬如说，你说你要发愿，每日为这个大楼里面的同一层楼的人打扫那个地面，公用的地下我要打扫卫生，这个愿望是好的愿望，但是要有恒心做。如果你扫两日就不扫了，人家会笑你的。你不是真正坚持到底的，不如你不要讲了。你讲出来了，发了这个愿了，又不去实现，那你就自寻羞耻。所以贵在有行。那法藏菩萨发这个大愿，要实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超过一切诸佛。也就是说，他的恒心，他的毅力，亦都要超过一切诸佛在因地做菩萨那阵时的恒心和毅力。所以世间自在王佛首先是鼓励，亦都是提醒法藏菩萨，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若有人坚定志愿，至心来求道，这个至心就是真诚心，真诚到极处就叫做至心，至诚，亦即是说他心无杂念，只有一个心思，一个念头，就是为了实现他这个愿望。咁呢个愿望系为咗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嘅。法藏菩萨系为众生发呢个愿，唔系为自己。所以能够至心求道啊，系慈悲心去推动。如果冇慈悲心，或者慈悲心不足，就好难做到精进不止。精进，精就是专精。我这个法门我不改了。一个愿望我不变了。坚持到底，一定能够成就。凡是不能够成就，都是不能够坚持到底。所以学佛这个菩萨六道里面的精进我们一定要理解清楚，不要错误的意思。精进很多人以为自己很精进，你看我一天又读花严经，又读法花经，又读楞严经，从朝到晚都在用功，很大压力的。他不是说不勤苦不用功，比人家都好用功，但是呢他这个不叫精进。为什么？他太杂了。一下又读经，一下又参禅，一下又觉得哎呀去东方那个琉璃世界好好，一下说西方那个极乐世界又好好，一下就说哎不如跟地藏菩萨落地狱，众生不尽我誓不成佛，边来边去。搞到最后几十年过去了，时间浪费了，一事无成。所以自己发愿一定要坚持，
愿唔好多啊，一个就得啦。啊，你睇下，所有嘅呢啲菩萨同我哋示现，佢哋都系一个愿望啊。啊，法藏菩萨就一个愿望，成立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地藏菩萨一个愿望，专门度地狱苦难众生。一个愿望成就就快嘛。你如果是样样都想做，这里试下那里试下，最后真的把个时间光阴全部浪费了。所以精进非常重要。讲老实话，我们现在身处末法时期，用其他的法门不是说不好啊，是我们根性不足，成就就太难了。这个是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苦口婆心跟我们说、你看看历代的这些真正开悟的祖师、对大众在末法时期以来、就是1000年前了。这个现在我们、处在佛历3039年、即是佛已经灭道3000年，末法时期已经过了1000年。你就是看过去1000年的这个历史上，我们中国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劝我们、求生极乐世界。点解呢？知道法越到后世就越衰末，众生的烦恼业障就越深重，想要真正靠自力得道的基本上是没有了。有那些是什么呢？成愿再来的菩萨，为了要流传这个法门咁可能佢会咁做，但係都係非常之少。真正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嘅係靠净土法门。所以唐朝以后，你睇下丛林里面嘅早晚课都係念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各宗各派都念阿弥陀佛，都是道归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靠自力成就是基本上不可能，唯有靠他力，就靠阿弥陀佛愿力接引。你不信你自己反省反省，你靠自己的力量，你能不能够断烦恼？你就看昨日，不要看太长远了，昨日从朝到晚，你有没有起过贪嗔痴的念头？如果是有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自力降服不到烦恼。这个还是在平平安安的时期。如果有大风大浪来的时候，有魔来扰乱你的时候，有冤亲债主来找你麻烦的时候，你就更加坐不到住。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可以说是我们末法还有9000年真正帮助我们凡夫一生成就的唯一法门。这个话都不是我说的，都是祖师大德说的。你看印光大师、莲池大师、这些祖师没有一个不是这样苦心劝导我们。那我们选定这个法门就要精进不止啊。不要再换题目。再换题目你的光阴没了。人一生很短的时间，几十年都未必收得出，你甚至连见惑都未必能够破。初果都未必证得到啊。
更何况话出三戒咧？更何况话出十法戒咧？啊，更何况话成佛咧？难啊，非常难。所以将呢啲道理参透啦，我哋就话死心塌地，啊，坚定不移修净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无论你以前系参过禅又好，念过密咒又好，或者研过教又好，都冇问题。将呢啲功德通通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希望求生。啊，参禅嘅祖师好多啊，你睇下净土宗里边嘅参禅嘅人唔少啊。啊，嗰啲祖师里边有严呢、这个用永明延寿大师参禅，啊。这个法藏法照大师啊，这个最近期的省音大师啊，这个切悟大师，通通都是参禅的，最后回归西方极乐世界啊。研究的天台宗的为最好的代表，天台宗祖师代代祖师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从天台智者大师开始，一路到我哋近代最近我哋嘅谭虚大师，啊，我哋唱功师傅嘅老师，啊，喺我哋香港往生嘅，啊，佢系坐住走念阿弥陀佛，啊，往生极乐世界，言教嘅都系求生极乐世界，啊，所以你就知道宗门教下你哋真正明白嘅人，冇一个唔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点解啊？因为只有往生极乐世界，你先能够得大圆满。呢个系普贤行啊！呢部经第二品就讲到德尊普贤啊，普贤菩萨最伟大嘅行愿就系咩呢？十大愿王度归极乐，系带动一切菩萨成佛之道啊！普贤菩萨是所有菩萨上首啊！啊，每一个菩萨都尊他为师的，他等于是我们讲的大师兄啊！啊，佛是老师啊，他是大师兄，啊，带动所有的这些菩萨求生净土。啊，那普贤菩萨《花严经》主啊！啊，佢系《花严经》上首啊！啊，密宗里边尊佢为金刚沙陀，佢系化身心金刚沙陀，密宗初祖啊！啊，亦即系说明密宗亦都系要度归极乐先能够得真正嘅大圆满法啦！啊，所以你就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最后呢都要度归到极乐世界。当然你修其他法门回向往生可以。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未有专修其他法门的话，我劝你就专修净土法门。既然你想往生净土，那你不如就专修净土。你何必要啊拐个弯收其他法门 再回归净土呢？你直接了当就更好，直不甩指向极乐世界嘛，这样快速 所以这部经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部经是净土宗第一经，净土宗的理论境界啊，同埋佢依据嘅原理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通通喺呢部经。除咗呢部经之外，其他经都冇讲到咁详细。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唯有喺无量寿经里边揾到。阿弥陀经都冇。啊，阿弥陀经等于系你呢部经啊，学透啦。阿弥陀经咧，等于系佢流通分。啊。专门嚟劝你
萬緣放下，求生淨土。但是你沒有這部經的分集，你不一定是阿彌陀經的根基啊，因為你信願持名那個信願不足啊。阿彌陀經是以信願持名為宗啊，宗就是修行光靈，而信願一定要明理，明白道理，你才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願心。阿彌陀經講得很簡短，這部經講得很詳細，古德將這兩部經看成一部經，只是大小部不同，分量的大小不同，境界理論方法完全一致。所以我們一味就依阿彌陀經，一味就依這部經，或者兩部經合參精進修行，不止就是不間斷，一日接一日，一年接一年，從現在開始直至命終都不間斷。這部經修行宗旨，發菩提心一向專念，我就發起菩提心。什麼叫菩提心啊？經裏面講的很多，一般來說四宏四願就是發菩提心，時常發的，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上誓願學，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菩薩四宏四願，時常發菩提心。咁理想法嘅菩提心呢，就真正觉悟啦。心真诚、清净、平等、觉悟、慈悲，喺呢部经嘅经题啊，清净、平等、觉，呢个就系菩提心。你信理菩提啊，密宗讲话信理菩提。信事菩提，信事法菩提心就是四宏誓願，信理菩提你真正得到清淨了，得到平等了，得到覺悟。這個心我們要發起來，但是呢，對於一般老人家來說，可能聽一頭霧水，清淨平等覺，讀就懂讀，究竟是什么境界可能未知道。那我教你，你不需要知道了。藕益大师讲法菩提心讲得最简单。心信切愿求生净土，即是无上菩提心。那你有没有信呢？信净土，信有阿弥陀佛，信有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会接引我往生，你能够坚信不疑，你能够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个世界都放下，你信愿就具足了。信愿具足即是发了无上菩提心。所以你看看有些没文化的老人家，一日到黑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你问什么他都不懂，最后他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往生世上很奇特，很殊胜。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他都发了，他就真正精进不止，你看看一天到黑他不说话，嘴在那里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懂得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我们护世释斋委员会的秘书长陈正宇居士，他大连人，他原来呢家里请了个保姆，请个工人，个工人一个朋友，他们两个都学佛的，他就是工人导他学佛的，
佢介紹一個叫姓張嘅張姐，佢同我講起，哇！呢、這個張姐啊，為人非常之善良，一日到黑只係識念阿彌陀佛，冇文化，就識得做嘢，同人哋屋企做保姆，做嗰啲工人，打掃衞生，做煮飯，打掃嗰、那個地衞生咧，打掃得非常之乾淨，做嘢做得好認真。所以嗰啲佢屋企又好，或者佢幫人屋企做嘢又好，都係收拾得好綺麗。咁啊，呢、这個陳居士就同佢傾啊，話你學佛啦，呢、这個點樣點樣啊，嗌佢講一啲道理出嚟，佢又唔識講。咁啊，陳居士自己咧聽咗淨空老法師嘅光碟咧，陳居士佢係碩士畢業嘅。有文化嘛，知識分子嘛，然後同呢個張姐講呢個淨土宗嘅道理，張姐喺度岌頭，聽得好認真。聽完之後問佢，你聽明白未啊？佢話明白啦，就係念一句阿彌陀佛啦嘛。所以佢咧念佛念到出咗功能啦，有天眼通，所以个陈居士出去外面出差，有时晚黑接到呢个张姐电话，讲俾佢听话，你依家喺度做紧咩嘢？同边个人食紧饭？对方系咩人？讲俾佢听要小心嗰个人，唔好讲我咁多嘢。哇，佢听咗好愕然，佢有时又睇见佢自己嘅先生，个先生系开吊车嘅，喺外地做嘢，有一日咧，呢、这个先生本来系休息嘅，但系同人哋换咗班。佢繼續喺度做嘢，嗰、那個張姐就打電話問佢先生：，今日唔係你同人，你自己休息嘅，點解仲要做嘢嘅？我睇到你做嘢啊！人哋問我你點睇到嘅？冇啊，我就睇到好似前面一個電視機個畫面一樣，睇得好清楚。陳居士問佢：我心裏面諗嘢，你知唔知？佢話我知道。你睇下，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出咗嚟。就是你问他什么都不懂，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我听到他这样说，我就说这个人不简单，你一定要回去好好供养他。这个是菩萨来的。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菩萨。很单纯，很老实，一个妄念都没有，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从朝念到黑。这个是差不多是到了一生事一生不乱，功夫成片已经到了。念佛三昧有三个层次，最低层次就是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一句佛号从朝到黑，从夜到朝，24个钟头不间断，晚黑睡觉都不间断，这个是功夫成片。有这个功夫一定往生，而且甚至你功夫好嘅，你想几时走就几时走。再加工用行用力咧，就到达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嘅人，相当于得咗阿罗汉果，六种神通出咗嚟。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前世系乜嘢佢知道。佢可以同佢讲。而且佢嗰个陈居士，因为佢系一个企业家，佢就攞嗰啲有几个项目嗰、那个即系要去投标，咁就去问佢话边个项目可以赚钱。咁第一次咧同佢讲咗，果然赚到钱。第二次又嚟问个更大嘅，佢唔讲啦。佢话你唔可以当我做系一个摇钱树，佢唔讲。有神通啊！呢、这个头先讲宿命通啊，仲有系神足通。神足通咧，仲唔知道佢有冇？神足就可以变化啦，穿堂入室，唔需要经过门口入嘅，可以念头一动，你去美国喺美国就出现，有神足通。神足通嘅人就三个啦，天眼天耳是初果，这个他心宿命通呢是二果，
佢可能係二個啦，啊，因為三個仲未有證據，啊，四個阿羅漢漏盡通，啊，一切煩惱斷盡，出三界，啊，再往上提升，你一心不亂嘅時候，就係等於禪宗嘅大徹大悟，啊，密宗嘅即身成佛，教下嘅大開圓解，同一個境界。它是真佛，不是假佛，理一心不乱。所以三个层次，功夫成片，事一心，理一心。你看这个老人家五十多岁，他练了十几年佛，练到现在，你看他不知道自己剩得二个了，我们学经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如他，我们虽然知道未剩得，只是个讲字而已，人家是真正正德，所以最重要是精进不止，念佛念到一点烦恼都没有，想不到我们现在都可以见到这样的人，好样子，我希望大家俾心机念佛，你们个个都有这个能力可以办得到，一点都不难，只要你下定决心持久念下去，有时间就念，有时间就念，平时尽力这样去提起这个佛号，少想那些垃圾嘢，什么嘢都可以放下，你很快就能够成就，咁事一心不乱的人，往生极乐世界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是至少是什么呢，这个方便有余土，甚至是十部庄严土，这个是圣人往生，所以我跟这个陈居士说，你跟我拿3000元供养给他，我人家有时候给我供养，我转供养这些菩萨，他是真菩萨，我们这些是凡夫，供养我们没有福报，供养这些人有福报，所以一个道场里面有一个两个这样的修行人，这个道场就是正法道场，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为什么？因为他得到十方诸佛护念，我们对这些修行人一定要尊重，我就批评陈居士，我说哎呀，你真是有眼无珠不识菩萨了，怎样还可以叫他去做人的保姆呢，我糟蹋人，你现在立刻劝他万缘放下，找一个地方让他在这里专修闭关，帮他提升，从功夫成片到事一心到理一心，理一心就成佛了，成佛他出来度众生不得了，这样是真正对他供养，发供养，当然我们自己不要说去找人家，找自己好，求人不如求自己，你周围去找菩萨去哪里找，找不到的，不如要求自己做菩萨，我自己精进不止，回荡黑果一定能办到，这个回就是必然的意思，当就是当然，黑就是能够，果就是圆满成就，那你想往生极乐世界何缘不得呢，你练到这样的功夫，说老实话，你想几时走就几时走，想多留几年在世间帮助众生也都没问题，生死自在了，法藏菩萨立这个大愿都能够实现，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有什么难呢，真是一点都不难，难就是难，你肯发心，你肯相信，这个难，你真正相信真正发心去了，一点都不难，真是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
一萬個人收，一萬個人去。啊，我哋呢度有大概兩三百人，個個都去到哇！啊，要有信心啊！如果你真正相信、真正發願去嘅話，你唔去到阿彌陀佛不成正覺啊！啊，發咗咁樣嘅願嚟，保證你去啊！所以最後你去唔到，你唔怪得阿彌陀佛啦，怪怪自己啊，唔肯放下。我哋再睇下面經文。一个课题是结归自心，有三小节，我们一起读。与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与自当知，清净佛觉，汝应自摄。好，法藏菩萨请教老师，世间自在王佛能不能够实现他的大愿，建立他的佛国？法藏菩萨这样问，是问老师，结果老师呢将这个球抛回给个学生，说与自思维，你自己去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呢？这个你自己去悟啊，这个思维啊，不是我们凡夫用意识心去思维。因为极乐世界不是存在你的意识里面的，是存在我们的心性里面的。所以这个思维是离意识心去参啊，去悟啊，咁叫做思维啊。同菩萨闻思修三慧嗰个思系一样。闻思修菩萨三慧，三种智慧。唔系话一个完成再一个，先去闻法，闻完之后返去諗，思维。諗完之后諗明白啦，以为自己明白啦，去修啦。分成三决错了。这样的闻思修啊，讲得难听一点，就是那个闻是什么呢？是道听途说。那个思是什么呢？胡思乱想。那个修是什么呢？盲修瞎练。不是菩萨三慧，是凡夫三种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意识心，完全和心性啊背离了。他不是背尘合觉，他是背觉合尘，尘就是妄心。他不是舍色用真心，他是舍了真心用那个妄色。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搞清楚，学经教不是说靠你想就 想得明白的。那怎么能够明白呢？不要想就有可能会明白。好像大家听法，应该怎样听才叫如法听呢？集中精神听，不要打妄想，亦都唔好去思考，你就咁样去听，听懂啦就懂，听唔懂由得佢，唔好反个头去回味佢，去思考佢，唔好。你一思考啦，就落到你嘅意识心里边，你就用嘅系妄识，唔系用真心，咁你就将你自己开悟嘅缘分就断咗，你看禅宗里面讲话，言下大悟，他不是想的。听他一句话，即刻就等于是什么呢？扣动他的玄机。一点他就通了。我们想等于跟自己设障碍。
用我哋嘅妄念封锁我哋嘅自性，打唔开啦。所以我哋唔好用妄念，唔好用思考，唔好用意识，用我哋嘅真心，用我哋嘅诚敬心，咁样去恭听。你唔好话，哎呀，咁我听落嚟，我咩都记唔住，冇所谓，我唔需要你记，我唔考试噶嘛呢度，你唔需要话温习啊，做作业啊，乜嘢都唔需要。你嚟听经系修行嘅，练咩咧？练唔用心意识，禅宗讲嘅离心意识参，参就系参悟啊，参唔系研究啊。研究是用意识心，参是不用意识心，直接从你的耳根听这个佛法，听进去之后入你的真心，不要经过大脑思考，大脑思考的已经是扭曲了，变成你的识了，听进去就变成意识，意识之后再去思考变成意识，意识再落那个第八识变成个种子，通通都是违背真心本性，依家呢啲通通唔用，用你嘅真心即下去听，你能够开悟。所以世间自在王法喺呢度点法藏菩萨语字思维，你唔好嚟问我，将呢个球抛翻俾你。这个你自家份上的事情，禅宗在这里体现出来了，禅宗的方法就是什么呢？直指人心，要你当下见性，不要向外攀求，语字思维，这个字字用了三次，这里三句话都有个字字，你看语字思维，语字当知，语应自摄。这个字字好有好深的意思啊！完全就同那个禅宗讲的见字本心，明字本性意思一样。因为点解呢？极乐世界成就佛刹庄严，全部你自性里面嘅本来具足嘅。不是向外求的，既存在，既在这个法藏菩萨心性里面，亦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性里面，当然法藏菩萨开发出来了，他成佛了，极乐世界现出来了，我们呢没有成佛，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将我们的心性冚住了，极乐世界在里面显现不出来，那么怎么办呢？要去修了，所以修何方便，将你本性本来具足的佛刹庄严成就出来，虽然本来具有的一啲都唔会有少过法藏比丘，但系咧，如果我哋唔去修，就显唔出嚟。所谓修德有功啊，性德方显，你自性嘅德能啊，先能够显现出嚟。咁呢个系你自家份上嘅事啊，所以世间自在王佛话，你自己思维啦，自己去参啦，自己去悟啦。第二个，如所修行，与自当知啊！点样先能够修行啊？实现你的本愿啊？你自己应当知道啊！点解呢？都是你自己份上之事嘛！清净佛觉，语应自摄嘛！极乐世界清净佛觉啊，无比庄严，你自己去摄取。为什么呢？自性里面通通具足，有齐的，自性
既能现出极乐世界，亦能现出极苦世界。依家我哋摄取嘅系咩咧？系极苦世界啊！攞咩嚟摄啊？攞我哋个贪嗔痴呢个心去摄取啊！娑婆世界六道轮回，甚至三恶道，亦系与自摄取啊！啊，呢个唔关其他人嘅事情啊，你自己摄取噶。你起贪嗔痴，咪摄取自性里边嘅极苦嘅境界咯。自性里边系。本来具足啊，乜嘢都有噶，十法界依正庄严，全部具足，就睇你自己取边样啊。咁真正觉悟嘅人，佢摄取咩啊？摄取极乐世界啊。所以法藏比丘呢度，佢老师提醒佢：你自己从自性呢个宝藏里边摄取极乐世界出嚟啊，去成就佛刹庄严啊。咁攞乜嘢嚟摄取啊？攞你嘅清净心啊！所谓心净则佛土净啊！啊，你嘅心清净，就将自性里边嘅极乐世界显现出嚟啦。呢、这个就系叫做清净佛觉，语应自摄啊！所以呢三条可以讲话，将整个佛法嘅道理讲尽。啊！这个心性是怎样的样子？啊！这个唯识里面讲的，一切国土唯识所变，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几句话讲尽。如果真正在这个严下大悟，他就成佛了。啊！但系咧，如果喺呢炎下大悟成佛咧，咁就冇净土宗啦，就变成禅宗啦。啊！法藏菩萨只系全禅宗嘅衣钵啦，净土宗就冇咗啦。点解咧？一靠自力成就，呢个只系禅宗。啊！靠他力成就嘅呢个净土。所以经文后面讲的法藏比丘啊，他高明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舍去自力，他求他力。所以后面经文讲啊，思义宏心非我境界。一个非我境界四个字，将自力舍去。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策。靠他力，唯愿如来就是靠佛力。你看，舍去自力靠佛力，这个就是比禅宗有更高一丈。其实当时法藏比丘已经严下大悟了，他都是发生大事了，这个道理他不明白吗？当然他明白了，但他为什么不试验他当下成佛呢？他要去靠他力，去这么辛苦啊，去睇呢个世间自在王法，同佢现出十方诸佛国土，然后修行五劫，啊，去思维，去摄取，最后形成极乐世界。又经过无量劫嘅修行去保持佢，呢、这个系佢彻底悲心啊！啊，为我哋凡夫。不能靠自力得道的人建立一个极乐世界，作为我们成佛的增上缘。这个就是高明之处，后面我们慢慢讲到。这里三个字字确实是非常之美妙，我们可以深思。咁喺禅宗里面亦都有相似嘅公案啊，为咗体现净土同禅宗又系不二嘅，咁我哋咧攞几条公案
稍微講一講，簡單講啊。唐朝福州芙蓉山啊，有一位靈信禅师啊。一位禅师问归宗禅师啊，话如何是佛呢？即系点样先系佛呢？佢想成佛啊嘛，点样先系佛？归宗禅师答佢：即语便是啊，呢、这个四个字就系、是、你就系、是、啊，你自己就系、是，嗯，呢、这个亦都系讥讽话啊，禅宗里边讲嘅。你自己本来就是佛啦，诶，同呢三句讲的一样，语字当知，语字思维，语字当知，语字语应自摄，啊，唔系我呢边嘅事情，系你自己嘅事情，啊，呢、这个都是启发呢、这个请教嘅人啊。他能够 回归自己的本性，啊，不要六根向外攀援，佛就在你自己身上，你自己就是佛。啊，六祖慧能大师亦都啊，常常用这些说话来答复人，人家问他如何是佛啊，怎样成佛啊，啊，他都会说，物在语边。物就是啊，如来的物状啊，在你的那边啊，不关我的事的。你学佛不是从我这里学到去的，只是将你自己本来具有如来物状的心性打开，将这个如来物状显发出来啊，如来的智慧、如来的德能、如来的相好恢复，是你自己恢复的。根本不是从外面得来的，老师不会比你多一点，你也不会比老师少一点。这几个的话虽然、啊、有禅宗的味道，但是净土都很重要。为什么呢？净土里面、啊、你看偶益大师讲信愿行的信字、啊、六信，第一个信是信字，信自己，信自己就是信自己本来就是佛，大家一定要有这个信心。虽然现在未有证得、啊、即是我未有证明我确实是佛、啊、未证得，未得到佛的智慧和德能和相好，但是你起码要相信、啊、佛这样讲给我们听不会欺骗我们的啊、祖师个个都证得，亦都系咁讲嘅。啊，咁我哋要仰信，然后我哋点样修何方便成就我哋嘅佛性呢？我哋靠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一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好容易将你嘅佛性打开出嚟。啊，你就能够开悟，你就能见性。一往生，你的智慧和六祖慧能大师一模一样、啊、你也都可以化身回来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啊、点化众生。人家问你如何是佛，你自己就是怎样成佛，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两句话讲完了啊。即加埋嚟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咪讲呢两句咯。啊，所以咧，呢、这个说明啊，禅宗同物同呢个净土啊，佢系冇两样。啊，只系修法上面，禅宗系靠自力，净土系靠他力。而自他本来不易、
靠他力亦系靠自力，因为他系咩咧？他唔系话我自性外边个他，阿弥陀佛唔系喺我自性之外，亦都喺我自性之内啊！所以我能够完全靠阿弥陀佛，全身心靠上去啦。其实咧就系将心性完全打开，叫做全他即自啊！这个法门啊！同禅宗行嗰条路唔一样，最后殊途同归。一个靠自力，一个靠他力，到最后咧自他不二。你自己就系佛，你靠嘅就系你自性嘅佛。极乐世界又系你自性里边本来具有嘅极乐世界，不在外边啊！这个认知确实对我哋坚定信心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咁我哋再睇下边经文，世间自在幻法咁样嚟答复佢啊，其实法藏都明白啦。下边经文咧就更加精彩啦，法藏白言：思义宏心，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策。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收集，誓满所愿。好，这一段法藏菩萨答复佛的开示，他回禀老师讲的说话，他说思义宏心，老师就是世间自在王佛，你讲的义理啊太深太广了，宏就是大啊，广大啊，深就是深奥啊，非我境界，不是我的境界可以证得的。你看将自己谦卑下来，不要靠自力，这个密意啊从这里出来了。法藏菩萨在这里为我们开出他力法门，他先是以身作则，其实他已经是那个境界了，如果不是这个境界，世间自在王佛不会跟他讲这番说话，一定他证得了，讲这个说话他马上明白，你未到这个境界，佛不会讲这个说话，讲这个说话就吊你胃口，他不会这样讲的，你看法藏菩萨前面有讲到说，说这个我行坚定我行决定坚固力啊，唯佛性智能证之啊。法藏菩萨讲的这个说话，后面又讲话非我境界，是不是前后矛盾？不是矛盾，确实法藏菩萨已经有佛的境界，但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苦难的轮回的众生，我们这些凡夫开出他力法门，所以他将自己降低，跟我们一样作为凡夫，我们不能够证得如来境界，请求佛来帮助我，靠他力啊。所以世间自在王法之高超，是为了要我们明智本心，尊重己力，尊重我们自己的灵性，我们的佛性。法藏菩萨这里的高明之处呢，讲话非我境界，请佛继续开示，是要求依靠佛力。这个就是净土特有的家风，其他的法门没有的。所以凡夫
好似我哋咁嘅凡夫啊，一品烦恼都冇断噶，啊，如来智慧德相一分都冇显出嚟嘅，啊，业障深重嘅，只要能够信西方有世界名曰极乐，祈祷有佛名号阿弥陀佛，只要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坚定求愿去往生极乐世界咧，一心持名啊，个个都能够往生，将成佛嘅法门变得咁简单啊，个个人都能够去实现。呢、这个就系阿弥陀佛最伟大之处啊！佢嘅大愿啊，叫做一乘愿海啊！大愿之王啊，就在这里可以体现出来。啊、而且将这个大愿化成一句佛号、啊、你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就能够得到无边的功德，就能够成佛。这个确确实实啊，是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个法门他力法门、啊、和密宗也是他力法门，叫做果教派、啊、这么多法门里面净土宗和密宗很相应，都叫做他力门果教派。果教是什么呢？不用自己去修因，直接用佛所成的果来作为自己的因。好像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是阿弥陀佛无量劫成就的果，你就用这个果来作为你的因，你去念就可以了。你收这个因就可以证那个果，而且是因果同时，念佛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就是相应。所以净土和密宗都叫做相应宗。密宗里面讲话三密相应，身口意要跟如来三密相应，那个修起来比净土还要难，净土更容易。净土就念一句佛号就是相应了，你看简不简单、啊、什么加行都不需要啊！乜嘢大圆满法？全部变成一句佛号。呢句佛号就是大圆满法。你念一句的时候就一句相应，念十句就十句相应，念一千句、一万句就一千句、一万句相应。念念相应，咁你咪就佛咯。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啦。啊！呢、这个真系。万德洪明啊，这个万是讲无量功德。你不学净土经教，你真正不明白那个佛号功德有多大。明白了之后啊，你先肯念啊，你先不会间断啊。这么大的功德你还去间断、你不想往生。咁啊，过去喺台湾李炳南居士呢，系法门嘅大德啊，佢讲啊，唔想往生嘅人啊，非愚即狂啊，嗱，愚系愚迷嘅，愚愚痴嘅，啊，讲到话痴线嘅一个人啊，嗰、那个人唔想往生，狂是什么？狂妄到极处啊！啊，这两种人不想往生，其他人没说不想往生。所以正宗叫二行道啊！啊，这个前面讲话修何方便啊？这个方便是方便中的方便，最简易啊，叫做究竟方便。念佛的事
就將自性佛同埋他佛結合埋一齊。他佛係阿彌陀佛，佛中之王，自己嘅自性本來是佛，用一句佛號，總而將呢個自佛他佛咧，好似一條橋啊連起身，當下成佛啦。問題是你肯唔肯去連上呢條線啊？定係成日斷線？你成日斷線咁啊，當然你係凡夫啦。佛係佛，凡夫就凡夫啊。自他唔係二，係一，係自他係一啊。你自他唔係一啦，係二啊。如果念佛的时候自他就是一不是二，不念佛自他是二不是一，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要搏命去念，念到最后能念的心是佛，所念的佛也是佛，能念所念全部变成佛，到最后能所皆忘，能所不异，这个时候你成佛了。成什么佛？成阿弥陀佛。前两次我跟大家读的那个下莲居老居士的偈还记不记得？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这四句偈可以说话，将释迦牟尼佛49年的一代时教全部概括尽，教你当下就成佛了。如果记得的我们就合掌来念，不记得的我们就专心听将它记住。这句偈，四句偈是叫做直念去叫你一直念下去，记不记得？好，我们开始念。弥陀教我念弥陀，好嘢，好嘢！弥陀即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哇！大家比我仲叻你睇下，弥陀教我念阿弥陀佛我要口念弥陀，听弥陀，念嘅方法都教埋你啦。就咁简单，口里边念，耳仔听。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路念下去，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你已经是阿弥陀佛了。所以法藏比丘在这里开这个他力法门，我们真是感恩大德，这种心恩尽未来际没办法报答。如果不是靠这个他力法门，我们想要这一生出三界成佛道完全就是天方夜谭得个空想，办不到。所以这里讲话唯愿如来应证遍知法藏讲话，我只是盼望如来请求如来如来又叫做应证遍知，应就应供证遍知。如来的十号其中两个，之前我们跟大家讲了如来十号我们这里不重复了希望如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给我看，刹是刹土国土，将诸佛无量无边的国土殊胜庄严的国土为我演示出来给我看给我去参究给我去摄取，因为这些国土完全都是你自性本来具足的，佛的自性本来具足，亦是法藏菩萨自性本来具足，亦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本来具足。问题是佛已经可以完全显露出来了，他可以随意摄取，因为完全证得自性了嘛。
啊，佢喺呢个好似个宝库里边无量嘅珍宝，你想攞边样攞边样，好自在。因为佢有嗰个开宝库嗰个门嘅锁匙开咗啦，我哋个门就关实咗，锁匙忘记咗喺放喺边。啊，问题喺呢度，咁啊冇办法啦，你自己去揾锁匙，揾无量劫都未必揾到。干脆话啊佛啦，请你帮我打开个门啦，就系咁嘅意思嘛。嗰、那个宝藏又系佛嘅宝藏，又系我嘅宝藏，我哋共同具有嘅。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个系我哋共同具有的，共同财产啊！咁依家我锁匙忘记咗，我话我想去攞珍宝得唔得咧？冇锁匙系唔得嘅，但系靠佛得，佛嗰度有锁匙。咁法藏菩萨喺呢度咧，佢有锁匙，但系佢扮成冇锁匙个样。佢话：哎呀，唯愿如来应证遍知，广演诸法无念无量妙策，你帮我打开，帮我显示出嚟，就系咁意思啊！呢个系对我哋慈悲啊！啊，佢系为我哋做一个增上缘啊，帮我哋请求佛打开嗰个宝藏嘅大门，然后好让我哋入去攞嗰啲珍宝啊！啊！一打开门啦，你咪同佛一样咯，你就知道哦，呢啲珍宝完全都系我，我同佛一样，呢、这个就系法花避水啊，《法花经》讲嘅就系呢个道理啊，你本来就系佛啦，啊，你嘅屋企就本来就系咁有钱噶，你唔使出去做乞衣噶，你而家出去轮回咪就做乞衣一样咯。你为什么不回屋企呢？那屋企无量宝藏，一回到去就得了，你就看到了，那个就是你的。阿弥陀佛同你管理的，是阿弥陀佛也是你的，你同阿弥陀佛一不是二。所以法藏菩萨为我们、做这个示现，求佛来帮助，他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他不是给我们什么东西，不是说给我们什么能力，不需要给我们，我们自己本来就有，只是启发我们，帮助我们觉悟之后，自己就具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法藏菩萨说，希望能够看到佛显示的无量刹土，若我得闻，我能够看到之后，我能够闻到之后，如是等法，这个是十方一切佛土的殊胜庄严，和一切差别的相，思维收集，我要努力去悟，去修，一定要圆满我的大愿。这个是法藏菩萨啦。慈悲呀、真真正正呀、觉悟啦、为一切众生呀、要建立这个净土殊胜的法门。我们再看下面一句。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上，应其心愿，悉言语之。说说法时，经千亿岁。好，我哋先睇到呢度。世间自在王佛知道法藏菩萨嘅高明，高系崇高高超。明是明智，有智慧，他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他没办法开出这个法门出来的。自愿深广，他发的自愿非常之深大，
尽未来际无有穷尽啦，帮助未来际一切众生圆满成佛啦，一个都不漏啊！所以世间自在王法明白啦，啊，知道法藏嘅呢种心愿。其实师生两个人都在演戏啊，所有诸佛都希望能够啊极乐世界早日成就啊，所以你一语我一落，我一语咁样一来一往，将正道法门就成就出来了。所以呢度咧，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正广大圆满之相。210亿的数字不是实数，你千万不要说只得210亿这么少，搞错了，它代表圆满，在密宗里面21代表圆满。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也都讲到这一段，说当时世间自在王佛引导法藏比丘遍至十方，显示种种的佛国给法藏看。所以十方绝对不止210亿，是无量无边一切的佛土他都能够看到，里面的功德庄严，清净庄严清净广大圆满，圆是圆明圆融，花严经里面讲话圆明具德，花藏世界，华藏世界，广大圆满之相。这个相是极乐世界，即是十方的诸佛的世界，这些相有依报有正报，依报是环境，正报是佛菩萨这个身体。识应其心愿，识言语之，应法藏的心，他的愿，他想看哪个国土就看哪个国土。而且这个看不是说平面上看，看电视那样看的，是直头入到那个国土去看，好像现在讲说立体电视，这个比那个立体电视还要立体，你是置身于其中，入好像普贤菩萨能够入十方一切世界，无量无尽的这些世界里面去度众生，世界里面有微尘，微尘里面有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法藏菩萨和普贤菩萨一样，可以跟住世间自在王佛入到这些无量无边重重无尽的世界里面去观察，所以释言语智，这个言是在他面前言出来，就是等于他身已经入了去，说是法事经千亿岁，这个不是短时间，一千亿年，那里的人的寿命就长了，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真的学不来，这个大学问啊。好，今天呢，早上的时间到了，我们先讲到这里，多谢大家。